以后别这么粗心大意了。谢谢。那我先走了。你要回家吗？来都来了，就随便逛逛呗。一会儿我自己回家，你不用管我。 你干什么坏事了？我只不过是在实验室做了一个汉姆霍兹线圈实验。只要磁场反应足够强烈，一个地方的能量足够大，就可以把一个人从一条时间线上推到另一条时间线上，就可以证明你真的是从2024年来的了。好复杂啊！但我现在在这儿，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？嗯，那你愿不愿意把你怎么穿越过来的告诉我，帮你分析分析？ 我想起来了，那天全程停电，然后门把手上有一道光，我刚想要去摸，然后就发现到这儿了，这些有用吗？停电，一道光，应该是磁场问题导致的。雷磁暴，太阳黑子变异，费米气泡。对，就是这个费米气泡，那天电视上播过。 青阳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原来真的和我想的一样。我调查过了，2012年的8月，百慕大三角、麦田怪圈这些现象都在证明地球的磁场正在逐步动荡，也正是因为这些动荡和你原本的磁场线产生了共鸣，这样你才从2024年穿越到了2012年。那也就是说，再次出现费米气泡的时候，我就有可能回去了。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了。 我可以回去了。回去，青阳，那这个实验是不是很难啊？嗯，没事，你放心，实验的事交给我。对了，我想到图书馆有一本书，好像也是讲时空的事情，说不定对我们有帮助。我记得那本书就在继续啊。 应该就在这附近，怎么找不到了呢？书名叫什么？给莉莉的信。我们一起找。好啊。啊，在这儿。 你是不是该回去上课了？啊，没事，迟到一会儿没关系的。嗯，这样不太好，要不这样。 你帮我把这本书借了，等我看完再还给你。好啊，嗯，走吧。你还有多久下课呀？ 再帮老师处理点事情，可能要弄到很晚，要不然你先回家。那好吧，我买点菜回去做点好吃的。
真的是你未来的女朋友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未来？你一个人住啊？啊，我爸妈早就出国了，我一个人住。这也太奢侈了。我先带你看看东西啊。哦。还记得是个海螺吗？这种海螺很常见啊。对啊。那这个呢？我的照片。怎么会在你这儿？不只是你，还有我们的。这是我们以前拍的。对啊，还有，怎么了？啊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。有没有想起点什么？没有。既然你累了，那就先回房间休息吧。这是你以前住的房间，东西都给你留着，没有动过，就是为了等你回来。嗯。你今天晚上就住这儿吧，你的房间每天都打扫，很干净。还有什么其他的需求吗？暂时没有，谢谢。我房间就在上面，有什么事直接来找我。嗯。那。你先休息。我到了。等等，我送你一样东西。为什么要送我手表啊？这可不是一般的手表，我不能24小时在你身边。如果说你遇到紧急情况，就按上面的按钮。记住，要按3次，我就能收到你的讯息。3次，记住啊。嗯，拜拜。
来，天凉了，盖上点。谢谢妈。你也盖上。这两天感觉好点了吗？嗯，好多了。就是有的事情，有的人，总感觉模模糊糊的，想不起来。你是说刘律师？嗯，他跟我说了很多话，就感觉很陌生，但又不像是假的。没关系，慢慢来，不要给自己压力，会好的啊。你在哪儿，妈妈都会找到你的，因为我们母女俩心连心啊。秦总好。嗯，陈哥，我找到高玉文了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们现在还没有他犯罪的确切证据，也不能把他怎么样。可你也不能让他这样一直监视着你啊！况且还有帆帆，要是对帆帆怎么样的话，那我们就先去会会他。陈哥，那我们要不要先报警啊？房间号多少？1801。若琛，你还是来晚了一步。陈哥，你快过来看。那个五毛，祥叔。我认识你吗？当然认识，我之前经常来，不过那个时候你肚子可没有这么大。咱们结账吧。峰哥，他进去了，我们动手吧。再等等，周围人太多了，一旦有人报警，我们俩分分钟就得进局子。峰哥，咱还是别干了吧，钱还可以想别的办法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要是不干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峰哥，周围到处都是人，
咱没有机会啊。机会得等。如果我们干成了这一片，就吃香的喝辣的。那行，凤哥，我听你的。可是凤哥，我先说好，要是真出什么问题，我可先走。别废话，等着。哎，等着，等着。陆奋进。啊。你看这个天阴的，快要下雨了，你非得把我拉出来荡秋千。老婆，这个你就不知道了，下雨天才浪漫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。哎呦，老婆，你没事吧？哎呦，我这心脏怎么有点不舒服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吓我一跳。哎呀，你说帆帆也没带个伞。是啊，这个点应该下课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下雨了吧？老婆坐好。浪漫来了，是不是很浪漫？是不是感觉特别好？是是是，很浪漫。你自己一个人浪漫吧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姐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应该在旅游吗？我刚回来。是吗？那你们都去哪里玩了？有没有拍照？给我带礼物了吗？回来了怎么没回菜馆啊？我刚准备回去，还没来得及。哎，感情淡了，现在都开始瞒我了。我错了嘛，这个就是打算买来送给你的。别转移话题。所以你去哪儿了？出了点事儿，暂时住在哥哥家。哇，你们在谈恋爱？没有。其实我挺希望你们在一起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哥哥他人好，对你很好，对我们都很好，一家人和和睦睦的才最重要。我觉得他可以和我们成为一家人，我同意你们在一起了。谁需要你同意？人小鬼大。感情的这个事情是要双向的奔赴才有意义的。啊啊。下雨了。哎，分个踹了，怎么都是小丫头骗子啊？一起绑了。来，跟着我。跟着。好，跟着。这周末在会展中心，活动需要车模，两天一千，接不接？喂。哎，闺女，你把那男的电话给我发过来。你要他电话干嘛？我把那女的给绑了，现在给那男的打电话，让他拿钱过来赎人。你说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要乱来。我都是为你好，人得不到就得得到钱，这是犯法的。那个
哥，这地方真好啊，又偏僻又宽敞，扛力带都找不到吧？给我小点声。行了，发电话啊，等着你。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该怎么办？要不报警吧？不行，报警妈妈会怪我的。可不报警，万一出事怎么办？楚国富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姐姐，没事，我在。把刘若琛电话给我。姐姐，我没有。姐姐，别哭了！你到底想干嘛？把他手机找出来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福哥，喂，陆帆帆现在在我们手上。马上准备50万，不然你就见不到他了。你是谁？你别管我是谁。马上准备钱。怎么了？要钱可以，我要听到他说话。说话。说话，若琛哥哥，快过来救我姐姐！喂，听见了吗？记住，一个小时之内，把钱送到青龙街的垃圾桶，千万不要报警，记住。怎么了？纷纷出事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刘若琛，有事等我回来再说。是陆帆帆。你知道什么？是我爸绑的他。我真的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对不起。这事不怪你，最重要现在要把帆帆救出来。只是现在银行都下班了，去哪儿去弄这么多钱？要不找找我爸？不行，这事不能让你爸知道，免得连累到他们。可是，那我们怎么在一个小时之内筹到这么多钱，然后再把钱送去青龙街啊？你们约到青龙街的？怎么了？我爸跟我打电话的时候，电话里面有个人在说，他们在一个又偏僻又宽敞的地方，高利贷都找不到。
那个地方不可能是青龙街啊。有偏僻有宽敞。工厂。对，我爸之前赌博欠了很多钱，每次高利贷找上门的时候，经常躲到那个工厂里去，高利贷都找不到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是了。那个工厂是他以前上班的地方，后来倒闭就荒废了。不管了，先走。大哥，50万呢，咱们就发财了。淡定，淡定，淡定，坐下。拿到钱了吗？没有。什么？我没有见到人。他不是很爱你吗？啊，看着我，这点钱都拿不出来，看来你的命对他也不重要啊。我说了，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，你还是把我们放了，他不会给你钱的。他浪费你太不值了。小鹿，小鹿，姐姐。一潇呢？就留在车上吗？毕竟是他爸爸。你们放了小鹿。哥哥，没事吧？你们怎么找到这儿了？把人放了。放人可以，钱呢？钱在车上，先放人。你别废话，弄死他。忘了自己本来的模样，我是谁？我因为什么出发？又去往哪里？我如此伪装是为了什么？我紧紧抓住不肯放手的东西，不流言蜚语。我活在虚幻中，只是想被人温柔以待。雪慧是用来打破的。妈妈病床上未缴的医药费用单，让我清醒了过来。我的前半生都住在命运的牢笼里，被牵引着无法挣脱。现在是我重生的时候。在通往另一个世界的时空隧道里，可能会有一个渴望幸福的我自己，正努力地奔向温暖而美好的小小世界。